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伏击，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只要有我们连长在，那肯定一准没问题。前に撤殺しろ。はい。おい。啊，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？有可能啊。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。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，真有可能发现咱们。那咱咋办？我觉得。咱们应该往后撤，把他们先放进去，等一营二营那边打响了，咱们再回来，砸住口袋，关起门来打狗。嗯，小九爷就是叫咱听你的。啊，撤。小九爷就是小九爷，我们连长昨天说的跟您一样。哎，不多废话，走。哎，他昨天就说了。清点，这边吧，走。Thank you.
给点肉。坐坐。嘿。是多次来的。哪个地方困？先洗澡给你。我刚到洗澡吧，把小妈妈抬过来。嘿。有人困。咱人都在。不是。什么情况？自己人，你咋过来了？咋回事？打起来了？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。哎，等我。你带你的人到那个伏击点埋伏。好。给我动。其他人原地隐蔽。你还有子弹吗？你过来试试。同志们，死也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。死了死了，你不要，快活，丹丹的。就是放枪，那不等于一个鬼子报信啊？全团计划都得让你给毁了。他开枪一定是事出有因呐，什么原因？这个时候也不能开枪。连长同志，连长同志，是我们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谁一边去，不跟娘们说话。你说话注意态度。注意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这几个笨蛋娘们，咱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。你说你个猪脑子，你这时候边枪边上怎么样？太有能量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，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。连长同志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？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，我们就埋命了。好，是我们错了，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。我一边去！我说了，我不跟娘们说话。我请你放尊重一点。娘们怎么了？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？好了好了，老丫头骗子。好了好了，行了。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？我们是晋中军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，我是教导员方文耀，这是一连连长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教导员好。你好。我是吕布战地医院的护士，我叫方佳。哦，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时候出来。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。哦，秋子。嘿。大多西的大。报告，一共出动三度の乗兵、四個マルダ、オウマの開道、突然八路が現れた。追加なく逃げました。調整？そうです。ヤクザ爆、背中に駆け出る、おどどい攻めだ。部隊の発です。撤退しろ。
嘿，开端西路。你等着挨踹呢，给大虎那边。是。连长，啊，连长，鬼子要射啊？啥？撤你跟奶奶！我撤，二排三排跟大虎，跟我去正面人站，一路带一排埋伏好了，听见没有？明白。二排三排，给我走！你看这里怎么办？把这几个娘们给我送走，不能贸然行动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回车，一块走。回来。俺那几个来的，我来我的你要说。哪个金马？空。我来你嘎嘎的死路哪？嗨，我来。秋山，八路军の服用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。せいぜいであるぞ。八路。真那可，他那里有卡吉鲁瓦 Q 三多一次 Q 四蒙特鼓鼓的，所以我要走，你走，走开，别过来，心派那是。说什么？哎呦，我啥也没说，太危险了！站！站！一班的，给我口令，我倒。下来下来
报告。我的哈奇鲁修鲁古多有给起有苦我杀了的。空盖能不是个。叫你叫的。这代替那空的天你一来那空。这给那个的。我是的。嘿。小的妈的。我看到没有。再给你听得死了还有他胡盖一座。空马的空的密度啊。我的西都是个空。すぐ食べて。あと俺のフーハーを教えるから。オーフンコ、全然せよ。現代するメルシードください。渡辺君、ご協力お願いします。オーフンコ、シャッターを配置。そこで、テスラ。調査。やめなさい。はい。あれっちも。こいつを脅せ。哎，这位同志不错啊，都别顾着那车上，那地下有好东西，都好好捡捡。还有子弹，别忘了子弹。哎呦喂，连长，捡着好东西，哎，这刀不错，哎，嚯，有字的，嗯。我来，这刀好。哎，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，这刀送教导员。啊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想拍我马屁是不是？你给我拉倒，给你。哎，归我了，归我了。不是你们不要，是我的。我们地，我们要用点红的。这我们二爷打的，这是我的。我们二爷打的是我们的，我们老毛病。哎呀，这个大虎同志，那老毛病又犯了吗？这不是。我去教育他去。你死啥嘞？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，咋回事？报告，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。啊，那就给他们吧。是，哎，凭什么呀？你哪那么多话？你的话就少了，啊！兔崽子，王亮，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！啊，哼，我今天一看，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，啊！你看看啊，看看，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啊？哪些啊？这个，这个都是，哎，这都是。你还说话来劲儿了啊！我啊，哎，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？啊，感情是有营里的领导在这儿撑腰啊？啊，哎呀，是二营长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我刚才没看见。老方啊，啊，这护犊子也不能这么护法吧？啊！啊，误会，战利品嘛是吧？哎，不能不懂事儿啊，这个应该分享啊，应该分享，不能独占。那个教导员，哎，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啊，所以现在我决定，这些战利品咱一营不要了，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。哎，我说王亮，这么说，是我们不懂事儿了，啊？那咋办？啊，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，啊。就你们这几个人，啊，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，怎么样？公平吧？啊？公平。哎，那听二营长。行。啊。哎，你干啥呢？那营长不是说能拿多少拿多少吗？就你劲儿大是吧？你那个丢人样，给我放上！瞧你那素质。我让你放上。二营长说了，是能拿多少拿多少。你赶车走？什么？王亮，王亮，你过来！哎，给我放！我代表我们一营对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。感谢，感谢，老方啊！什么事？那边发现几个受伤的百姓，啊，他们说是赶车的，你看这怎么办呀？
方啊！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！我看那几个老乡，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！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走，哎，哎，来几个，咱们把老乡给带走。王亮，我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，连二营长你都敢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，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。有你这样的领导，几营长我也不怕。你少来这套。本来嘛，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，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，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。再说了，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，是不是？你小子，走。準備開始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。中島。はい。特殊で先にボケしなさい。20パートまとめて衝撃を始めろ。はい。哎，春梅姐来了。哎，我去找你们王连长。啊，在里边呢，进去吧。ここに守ろう。提那个春梅姑娘了，是不是连长？那你问连长，你自己问问连长啊！你问连长喜不喜欢春梅姑娘？你问呐！连长，你喜欢春梅姑娘不？来，不是连长，这个，连长，哎，赵哥们吧，来，赵哥们，大虎打开来。哦，连长错了，知道错了？知道了，这错了。活罪免啊，死罪不免。大虎，裤子扒了，摁桌子上。好嘞，我这样子，不是连长，别过了，不是，不带这样的。哎呀，死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哎，四肢发达，起码站一样。你咋样？哎呀，你扶我呀你。让你坐。哎呀，坐正事儿。我站着，哎，腰扭了，哎呀！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，跟我说，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。今天白天呢，这小鬼子吃了亏，所以回去以后
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，小心这小鬼子反扑。啊，连长，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。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，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，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，保证让他有去无回。这么晚干嘛去？よし。副班长，回去睡觉。哎，走，回去了。哎，走啊！几个人从后边出去，绕到前面，给他来个里外夹击，小点声。
给口袋小子。哎，you
戦争いよいよ始まろう。今回
我々軍人のために復讐する。俺は絶対奴らを殺しないやろ。基本的战略部署呢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我命令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。是。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。周导员，老刘，好，老方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坐。一连什么情况？周庄遇袭，一连伤亡惨重。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混拢人员，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。这真是天毒啊！饿狼专找病鸭子。这还没开仗呢，刀先折了。是啊，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军分区决定转移。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，给大部队掩护撤离。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！这一回，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。老王，没什么弄不好的啊。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。当年古河镇战役，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？也就放心吧，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女兵怎么处理？啊，军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，随大部队一起撤离。正好，麻烦你走一趟。老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王。你想想，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，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。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，咱们营是你当家，他奶奶的，都看不起我。这次，老子就做回主，让他们都看看，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，老子才是一营营长，你啊，只是个教导员。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，出去走一趟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！你少给我扯淡！啊，咋了？我堂堂一个营长，还就管不了你了？老刘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，将来可以重建。可是，你可以找别人吗？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报告，
进来。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？十二。十二个。好啊，一个连就十二个人的编制。你要当班长啊？不留，他们那是中了计。行了，他们什么呀？一个连就剩十二个人了。丢脸！王亮，王亮，那平时要供给啥的，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。怎么了？打仗你就怂了？啊？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？老刘，报告，是我失职。我请求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你就十二个人了，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？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。你还真能想，还敢死队？这样，老子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只要完成了，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。是。今天下午，你带你那两个兄弟，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。这什么任务啊？这是什么任务啊？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，老子枪毙你。是。滚！快快快！老刘，别啰嗦。等再见面了，你请我喝酒。去准备吧。终于轮到了。今回の騒動、この辺り徹底的に粉砕をすること、これをもって我が国の情勢を確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。渡辺。はい。情報部は調べがついた。少将で交戦をした相手は八丁の単独部隊であると。そして戦の多大な損失痛手を受けて。最終的には敵を潰せ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、これはとんでもない失態であるぞ。はい。今回の総統では私を失望させるなよ。はい。報告、いつまで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记住咱俩的约定。王亮，到。以后啊，要改改你的臭脾气，别动不动就跟别人拼命。什么敢死队？记住，打仗是靠脑子。是。跟我几年了？四年。是啊，四年了。咱们从一个村子里出来，从县大队转成正规军，又从新兵连打成主力营，这一路上走了多少好兄弟。王亮，你记住了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给兄弟们留点念想。这埋的时候啊，总得有个什么牌牌呀什么的，也得有个固定的地方
让后生们常去看看。姑娘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的话都记住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记住了。好，记住就好。营长。好，来了。到了军分区，你可得为我们义营多美言几句啊。你就说，我们的同志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出来，啊，实事求是就行。营长放心，我一定实事求是。好，那就好，那走吧。走了。大哥，拿队募兵！
累死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咋了，焦大人？想啥呢？有心事啊？没事，话说话，快走吧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，快着点走，他妈走路也跟个娘们似的。他们不就是娘们吗？咋还跟娘们似的？连长说你呢。哎，我说呆子，你这像是跟一个正排长说话吗你？啥呀你？敵の国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。追撃しますか。あの人が奴らを待ってるぞ。下吧，你是他们的长官。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。怎么着？谁让你积极？也为了你的士兵们。我想问你，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？我没有发现他。给你挖掘坟墓去了。投降吧，我们给你疗伤，只要你效力于皇军，我们会大大的优待。库洛斯，
加关注，永远不迷路。